呀，刘姐，你看看，哎，又大又让我给说买的了。而且说是家里头有小官的，说让给咱们海海说。你说咱们都已经给人忘了一个了，你说是这个我先不能答应。哎呀，我们想到一个视频拍的，海海成个抢手货。哎，我看你这么一把刀子是吃掉了，这。我觉得也是。哎，你过来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人家给我把女儿的照片都发过来了，可好个女儿也是。没有不良嗜好呀，没搞过对象啥呀，又是个好女儿。哎，现在看海海像这个吧。你看看，不瞒你说，这两天我手里头的已经三个男孩子的资料，两个女孩的资料。哎呀，我这一天只是本来想着给海海一个人说是个妹就行了，结果你看看别人长得把我当成媒婆了。你一个月也是个房，两个月也是干，你别说钱了。哎呀，兄弟姊妹们是过于看得起我。本来就海海一个人，我的压力山大了。完了，最后又来了好几个。你说不伤心吧，我都给硬扯上了。哎呀，反正也有点儿。那有一说就成的对象，那讲究远方了呢。今天准备给孩子们咱来个油糕吃呀。姐，你有小事儿？啥事？啥事？多会儿想多会儿点名，想点名。呵呵呵呵。哎，看那很着急的。想点名的。嗯。我反正是给你约好了，约好了就是两三天。啊，还有个小问题，人家我妈老儿子想也想看看。想看。嗯。我觉得不合适。啊，我也觉得一点，不是网友。你说你们两个现在还没当大队员，说看看，最起码看对眼了吧？你说完了让你妈上来，我怕老人着急，本儿白跑。你们两个先解决吧，我的意思是。把这还没一片的呢，你妈着急啥？啊，我也专业的。嗯。啊，不是先忙一忙吗？这不啥。对。你是不是想当小野国民？这是想过呀。嗯。那你和媳妇还去不？最多呀。最多啥？最多。想着我能最多，知道吧？人家最多呢，哎，大脑一片空白，你知道吧？看最多了。其实也不用那么真实，这会儿的相亲就跟那个搞对象也许是一样的。哎呀，这个女的有人给我介绍过来了，我们认识一下，加个微信，然后开始聊聊，合适不合适。你要是把你妈介绍的，这就可真实了，而且堂堂大大气气，你不得两份造化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嗯，堂堂我都没拿过，嗯，堂堂没拿过啊，就是水过。嗯，对，还得没水过，对不对？嗯，你要弄得太真实了，反而不太好，自然一点。哎，扯与不扯，别人给你介绍过来了，加个微信，扯了最好，扯不了就扯不了，很自然那种啊，不要弄得全村人都知道了啊，我好像跟这娶媳妇了，就来那扯，最后不扯，哎，啊，最后不扯过了，是啊，好像回来了，没离婚，就是呀。哦，没搞的，好搞。那个去给你去那个啥的，去收一去。来。这两天天气热了，我的菜里头少给放点辣椒，少的菜那么着急干活。这油糕好吃，有点难吃。你看这本来要吃素糕吧，可省事，就想给孩子们变个样儿的，甜酸酸的，脆酸酸的。还是最好吃辣椒。哎呀，鸡多的香，菜多的瘦啊。好远，赶快上来吃饭吧，吃饭吧。哎呀，来黑哥。等会儿不都能吃是黑黑的油糕？哎呀，姐，吃不吃那就看你醉了。啥叫媒婆？媒婆就靠那个醉了呀。你当过媒婆吗？没当过吗？没当过。啊，这不是第一次啊！不要是能给黑黑上车的这边，我还是有实力的。压力有点大。你的做事大事也不要全寄望于他，自己的努力。他没当过媒婆，第一次。我跟你说，姐只会实事求是，不会给你夸大其词。啊，实事求是嘛，那本身你肯定要真实的实事求是呢，任何一方都要真诚面对。那你和我呢，我多条件多好，
女方和男方的条件多好，最后我那段儿成了。反正是我肯定活不了，反正实事求是，我只能给你切切搭桥，再多的也许我也帮不了你太多，嘿嘿。努力嘛，那就你一个人努力。小气还是我小气的点确定了没有？你得参谋参谋这个地方。那就既然没块给顶着吧。哎，做和雪糕差不多的炒熟了呗。说简单个事，就到咱们食堂来吃顿饭去，是不是？我也觉得，要么就来这儿吧，就来咱们小食堂。你看让姐。小姐。啊，意思就说他就来这儿了嘛，你也来这儿，他也来这儿嘛。去哪去？就这儿吧。我老姐，看来不来。嘿嘿，看点小单聊去了。如果是场景不合适，我就告诉你先撤了。你应该单聊去吧。